拜前面，东山咖啡站，哇，这是我们精品咖啡哈的一个标章哈，东山咖啡更是世界级的。大家注意看哦，这个商标在这边，哦，第二个是 QR code， 你用 QR code 来扫就可以知道它是哪东山的咖啡，哦，还有它的整个认证码，还有它的序号，就知道是哪一家。哪一个农民生产的，这是非常清楚的，不管是生产履历或者是咖啡认证、产地认证，都是非常清楚，才能成就我们最优质的东山咖啡。东山咖啡释出产地认证标章 QR code， 在1月24号会在伫新年明治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伊就每条市长亲自来甲标章打起哩，用力推荐亲自认证。东山咖啡的业者含着公所、农会也拢做伙站出来，为地方的咖啡来拍拼。这个产地认证吼，是咱协会那个极力跟公所配合吼，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讲，你的杯测达到80分以上哈，啊，你无农药残余，啊，包括你的酒精毒素拢已经通过哈，包括公所嘛，现地去甲恁勘察，讲恁种的环境啊，恁种的数量哈，每一笔拢有去甲检查过哈，这就是要咱的消费者有一个保障，就是讲你若有达阮这个产地认证的，就是表示确实是咱东山生产的咖啡，绝对无混充冒用的。这是对咱消费者一个保证，谢谢。对业者来讲，有好处啦，因为消费者对咱的产品有信赖，咱当然会卖了较好啊。这是阮要行从东山咖啡要搁杀出来的一个契机，这么是一个好的开始吼。我希望能够东山再起。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见证我们名闻遐迩的这个东山咖啡获得认证的记者会。我们总共在109年，2020年，总有21组东山咖啡获得美国咖啡协会的认证，这是记录，这个记录是破了以往的记录，以前都没有这么多。那我们见证我们台湾的东山咖啡，是可以说是已经在台湾的咖啡界的金字塔的顶端了。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认证，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台湾，看到台南，看到东山，将来。我们也希望说，把东山咖啡除了做全国的行销之外，也希望能够推到海外去，能够打亚洲杯，甚至打世界杯。我们希望，东山咖啡的咖啡农所种出的咖啡，绝对是顶尖的咖啡。由东山咖啡看到台南，也寄望东山咖啡拍到全世界。黄市长讲出伊对着东山咖啡的寄望，也现场亲手来煮东山咖啡，因为下回甘好落后的东山咖啡是绝对袂输人的哦。咖啡认证算不算？